第一届菲米娜 Girl 大赛冠军是莎莎可以承受这个打击。请大家投票支持叶莎莎，谢谢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投票支持叶莎莎好吗？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投票支持叶莎莎好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请投票支持叶莎莎好吗？发个短信就可以了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合作。叶莎莎小姐，这是一位先生送给您的花儿。我会发动全公司的员工上街为你拉票。知道他在哪儿。哎，这么晚了，我陪你去吧。我也去吧。莎莎可能会联系 Miss X， 你在网上守着。学费你不用操心，根本就没有问题的。弟弟那么好的音乐天赋，要是没有好好发展啊，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
我拿了冠军以后啊，把那些钱都给我妈，然后我就准备跟 Mr. X 结婚了。爱你的心，莎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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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爱上之后，小心翼翼呵护永久，像星星点燃莎莎，莎莎的天空，想牵起你的手，画出蔷薇轮廓，不懂放手，不舍心中那些曾盛开过的花朵，留恋雨后刹那间的美。你一个人在这干嘛？整个菜鸟窝都在等你回家吃饭，你就不能少让人操点心啊？要你管啊！我今晚在炊事班不行啊！小心就会毫无保留，是不是？走吧，回家吧，菜都凉了。爱是什么？总是让人难以琢磨。想起你的画面一出。牵着你的手，画出蔷薇轮廓，不懂放手，不舍心中那些曾盛开过的花朵，留恋雨后刹那间的美丽彩虹，好多话想对你说，就在这个专属于你的角落。干杯！青州飞米辣糕大赛圆满落幕。你干个哪壶不开提哪壶？哎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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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得好。要庆祝我得到专业评审评分的第一名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还是一个冠军的，对不对？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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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胖子，干杯！别的男人送他那戒指，我干嘛那么费心找？无聊。最近费米娜销售上升非常明显，可是离一的销量还是有很大的距离。你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好不好？这么短时间上升那么大幅度，已经非常难得的事情了。各位，最近大家辛苦了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我们去庆功。
找你有点事，有时间吗？哦。哎，走。有件事我想跟你确认一下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弄错了。菲米娜有一个新客户是郭烧饼王有限公司。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嗯，菲米娜杂志是一本摩登潮流杂志，这个郭烧饼好像有一点不太搭调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只要是付了钱的广告客户呢，我们都应该一视同仁。再说了，摩登潮流说的不就是创新、突破和混搭吗？锅烧饼就锅烧饼呗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要顾及这个广告的特性和它的质感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只要把锅烧饼的广告拍得精致、有质感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文雪，做得不错。总编，这是我跟林杰一起策划的。林杰，我看他有发挥10%的作用，就不错了吧？真不愧是总编，眼光真厉害。这完全是温雪一个人做的，没错。不过我也有帮忙买东西、煮咖啡、送他回家。你们不是一直很奇怪，为什么把你们分到一组，还要一起积分吗？玩我们呗。我今天就把实话都告诉你们吧。整个向阳卫视，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们俩。可是你们俩都有显而易见的缺点。温雪，能力和敬业精神都毋庸置疑，可是不太善于变通，团队合作问题很大。可林杰呢，正好相反，经验、能力和人缘都没有问题，就是不肯干。把你们放在一组，让你们互相促进，弥补缺点。现在看来，温雪进步很大，可你呢，还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林杰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。耐心这玩意儿，迟早有用完的一天。现在我给你一个单独的任务，尽快挖出天乐唱片秦朗妻子去世的真相。我一个人干了？对呀，我要你证明没有温雪，你一样可以制作出出色的栏目。如果干不来呢？那就自动辞职。我不是你其他的女同事，臣服在你的魅力之下，没必要事事包庇你。这次热恋骄阳大片的特技就按照刚刚会议提案的内容下去进行，好吗？嗯。不过，摄影师的部分我希望可以换一位。为什么呀？之前跟咱们合作的摄影师配合的默契度已经很高了。就是因为默契度太高，所以风格会很雷同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像助理出版人所强调的那样，一直保有创新的理念。所以这次可以尝试一下换一个摄影师。总监，经常跟咱们合作的这几位摄影师档期几乎都满了。总监，我想推荐摄影师洪广。你懂什么？没关系，洪广你说说看。我想推荐沈强，就是之前帮我们拍菲米拉购那个摄影师。沈强他也接平面摄影的案子？会啊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他的作品，所以还没有办法评估。你看他博客吧，我等下发给你。他的作品都在相簿里。嗯，那也好，我看完以后再来决定。嗯，谢谢总监。秦朗采访计划我已经拟定好了，赶紧吃，吃完我们就走。秦朗的秘书刚刚不是才在电话说人都不见吗？你写这个有什么用啊？谁说我们见不到秦朗的？你跟他有私交？没有，我是不认识秦朗，但是我向来不知道放弃这两个字怎么写。
你不会写的字可多了，认输、团结合作、约会、爱情、男人，你连林杰我都不会写。亏了你提醒我，要不然我连痞子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了。你脑子不好，想起来慌。你真的那么怕我被灭了？好，吃快一点，吃好我们就去找秦朗。来，你们俩干嘛的？大哥好。哎，保洁、清洁、服务公司。怎么没见过你们俩？李大婶呢？李大婶回家生孩子去了。对。啥？李大婶那么大岁数了还能生？是李大婶的女儿，她回去看孙子。哦，对对对，双胞胎嘛，对啊，一男一女，一男一女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大家听一下啊，临时进来一个新的广告客户。拍摄和策划都很着急，赶着这期费米娜要刊出，有谁愿意自愿担任责任编辑？我。时间这么紧张，而且又是新的广告客户，不能有任何的闪失，还是由我来负责吧。啊，也对，你资历深厚，经验丰富。交给你应该没问题的。好。不老的摩登潮流锅烧饼传奇。锅烧饼。两位有什么事？你好，我是向阳卫视的林杰，我们找秦总。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很抱歉，必须要先预约，我们总经理才能排出时间。能不能通融通融？我们就需要五分钟。不好意思，秦总很忙。我们就说两句话行吗？稍等一下。有什么事儿？麻烦送这两位下楼。你们俩不是保洁公司的吗？下次再让我逮着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哦，看来这招行不通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。您慢慢想吧，我要先走了。我们去哪儿？去约会。花心大王。哎，我哪有花心呢？对，你不花心。这个城市一半的女孩全被你约过来了。哎，不对，我没约过你，而且我的拒绝小册快被贴满。那你再买本大的吧。我正有考虑要买一本大的。哎，不跟你说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你跟女孩约会还怕迟到啊？这个不同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拜拜。On va voir ici. OK.您看一下，这都是我们刚来的新款。嗯，这个是，哎，我喜欢这个。啊，这个是巴塞罗那椅，是当时为西班牙国王和皇后所设计的。当时设计这个椅子的时候，一共修改了50次。哇哦！要求完全体现出设计师要求的靠背和椅脚弧度。啊，妈，没想到这把椅子比你还老。啊，我逛了一整天，什么椅子对我来说都很舒服。哼，陪你妈逛街就叫苦连天。陪女孩子逛街就不累，对吗？说真的啊，我很想买一把这个巴塞罗那椅，将来可以留给你，传世经典嘛。妈，谢谢。不管我再怎么累，我还是会陪你逛街的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又买沙发又买椅子的，你真的打算在这里住啊？看看吧。那我搬过去陪你住。哎，surtout pas。不过，我可不想你管西管东的干涉我的生活。
你交男朋友了，难怪你不要让我跟你住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是你妈呀。服务员两张都要了，黑的白的 ，taxi。这次菲米纳格尔大赛能够圆满的成功，离不开各位辛勤的付出。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呢，各位都是我的前辈。自从我进公司开始呢，就得到了你们方方面面的帮助，在这里要感谢大家。这个时候不应该说那么多废话，怪我是律师出身，职业病了。好，废话少说，干杯！干杯！晴天，天乐唱片前董事长秦华远之子。原来晴天是晴朗的弟弟。李姐有救了。太困难，结局过不了关。后来才明白，谁的天涯情未断。如果爱可以简单，轮回几生几世都不断。行啊，居然唱一个月就有不少歌迷来捧场了，老板对你很满意。明天我不来了。为什么？需要的钱我已经挣到。喂，何事啊？什么？明天啊，这么急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明天一定会准时到的。嗯，好嘞，再见。我要工作啦！Miss X， 你真是我的无敌幸运星！赶紧告诉你啊，我有工作啦呀，我有工作啦。表哥，怎么了？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嗯，你也在。哎，哼，其实心情糟的应该是我。我现在呀，可是危机存亡之秋了。主持人也会有生命危险。是危机，现在电视台也不好混。表哥，你说，就我这脸蛋儿，长得还算够帅气吧？但毕竟，
娱乐新闻主持人不像歌手、演员机会那么多，很容易被取代。本来呢，想转做编导，学学制作，比较有机会。谁知道，一样不好混。我可不像你，堂堂香榭集团的总经理。总经理又怎么了？也会有危机，搞不好连位子都没了。哼，怎么可能？表哥，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！哼，打我还小，你就替谢林镇拼命，为了香榭，你连婚姻大事都耽误了。香榭有今天这样的位子，全都是你的功劳啊！客少祈求，子承父业，怎么也不会轮到我姓徐的。这天下哪有一个人不是为自己的？表哥，你也该替自己打算打算了。你如果想揭竿起义的话，算上我一份。我图的很简单，我就要一个安身立命的位子。安身立命，哎。没想到庆功宴居然庆得这么晚。搬家好了，搬，我们散步回去，顺便去去酒，清醒清醒。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喝多了啊？才没有。我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哦。不要跟别人讲。你在香榭工作的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每一天都过得好充实哦，而且我每天都想要好早好早就来上班，然后下了班之后我才想回家。你呢？你开心吗？说实话，我原来以为会很痛苦的，可是没想到还挺开心。你的工作很有趣吧？嗯。小谢，我来了，而且我现在不止来了，我现在还是里面的普通编辑助理，我已经在小谢里面上班了。你小心点。当你心里装了一个人，你就失去了自由，喜怒哀乐不再是自己能掌控。他笑，你跟着笑；他失落，你也忍不住跟着失落。你的心仿佛被装上了遥控器，任凭他指挥。几生几世都不会。
喂，妈。儿子，照片收到了吗？你又打什么主意啊？这不是妈妈的主意，是你妈。她说想让你多认识个朋友。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啊？啊，我交不到女朋友，还用你们来给我介绍？妈妈知道你和你爸爸一样受女人喜欢。不过儿子，你的年纪也到了，也该认真的找个结婚的对象定下来啊。我和你爸爸还等着抱孙子呢。哎，行行行，我正忙着呢，我回头给你回电话啊。是啊，你聊完了没啊？快了快了快了，还有就是九下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运动一下，待会儿拍摄呀，线条会比较优美。你这又是干嘛呀？一手毛巾，一手水。运动完之后呢，要擦擦。水，嗯，好了，现在毛孔收缩了，可以化妆了。艾达，你待会儿记得跟那个摄影师说一下哈，要俯角拍摄我，或者拍我的45度角，这样会显得脸比较小一点。最重要的是呢，拍完照片之后要 PS 一下，把这些小斑啊、小点啊都要去掉的，知不知道？别忘了，我可是你新客户的代言人。这边是高点。沈强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这是我们最新配合的摄影师沈强大师。太好了，咱俩都那么熟了哈，沟通上面肯定没有问题了。小编，哎，我不饿，先放着吧，我拍完再吃。嗯，这就是本期的广告商品，是代言人。摩登潮流杂志放烧饼广告，本期的广告客户啊，就是卖烧饼的。广告稿呢有4张系列稿，主题是不老的摩登潮流，所以我希望你呢能把你的模特专业精神拿出来 ，OK？没问题。请你帮我，私下里还带我去泡客户。我是怕客户跑了，所以才带你去。不过说实话，真的，我真的是没用啊。你看，业务一窍不通，而且来公司这么久，还一点业绩都没有做出来。天才也不是天生的，天才也要靠后天的努力嘛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你真的不用谢我。作为公司的员工呢，我希望你可以交出好成绩。作为我的朋友，我也希望你能够成功了。
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那就别说了。森哥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坐坐坐坐坐，不好意思啊，请请请。哎呀，森哥，真是碰到你大驾光临啊。这地方不错，还行吧。服务员，总经理跟盛世时代的人见面做什么？最近气色不错呀，看来我得向你请教请教。谢非凡，久仰大名。你就是艾总？怎么，你不认得我吗？真是贵人多忘事，看来跟你相亲的对象应该不少，难怪你记不得我。哦，原来你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孩。没错，我就是你的相亲对象之一。你好，我是艾莲娜。哦，谢非凡。这位是菲米娜的广告专员啊，刘德华，艾总请多关照。森哥，上次跟你谈的那件事情考虑的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在香榭待得好好的，你杨坚的能力不在我之下。森哥有所不知，咱们老板喜欢收藏，特别喜欢收藏像您这样的人才，只要你肯过来，条件什么都好谈。这不是条件问题。当然。一个辛辛苦苦为公司工作20多年的人，什么价码都值啊！以后再说吧。那兄弟，我可等你好消息啊！吃点，别光看着。喝点，来。艾总。伊琳娜，关于这次贵品牌的广告投放，我们准备了相关的材料，请你先过目一下。其实我早就已经研究过菲米娜了，你们的读者族群和我们想要接触的客户族群很接近，所以我已经属意在菲米娜投放广告了。谢谢你对菲米娜的重视。不过你可别认为我是为了想接近你才促成这次合作的。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和你长期的合作。那好，那合作细节就让我的特助和华仔联系。好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好，希望能很快见到你。第一次跑客户这么顺利，真的谢谢你。你要再谢我，可就见外了啊。是，助理出外人。下班时间叫我非凡就好。好，非凡。哎呀，我真要向你看齐啊，以你为榜样，争取早点成功。应该是我向你看齐才对。你看，你做菜那么好吃，我呢半道菜都不会做。自从搬出来之后，只能天天叫外卖。好，那从现在开始呢，我免费供应你早饭和晚餐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再跟我客气见外了，非凡。好。请问买布啊？再等等，这皮布还没好呢。哦，那太可惜了，我来的不是时候。琳琳，阿布，